大家好，我是500的妹妹250，然后今天呢唱一首我哥哥的成名曲《挪威的森林》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让我将你心儿摘下，试着将它慢慢融化，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，是否依然为我丝丝牵。媳妇姐，嗯，我发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什么？一个人把舌头伸出来的时候，不能快速的深呼吸。那你们尝试一下，伸舌头。深呼吸，快一点。两只狗。出来吧神农，嗯嗯嗯，我能许你一个愿望。我要一个阿拉丁神灯。没的问题。出来吧神灯。嗯，我可以许你三个愿望。我要很多钱，我要很多美女，帮我再召唤神农。可以。出来吧神农。妈啷个又是你。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，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，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，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，可能我撞了南墙才会回头吧。参北斗啊，星星，哎，来跟着妈妈念。章鱼，章鱼。螃蟹，螃蟹。早餐，早餐。蜘蛛，蜘蛛。公主，公主。出租车，出租车。如果有一天我老了，不得不离开你，不要悲伤，不要哭泣。老婆，咱俩玩个游戏，考验你的反应能力。把两腿分开，大点再大点，然后半蹲，手掌伸直往前伸，弯曲，中间那块也弯，然后伸舌头，伸最长，呼吸，快速呼吸。嘿嘿嘿嘿嘿。